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乔。仲有不够一个月，今年一换一计划就会结束，想在限期前出到车，就梗系要买现货车啦。咁而家仲有咩现货电动车可以入手？等我继续介绍啲好选择俾大家啦。今期最红电动车一定是 Smart 的 #1， 它仲荣获了我哋 EV of the Year 两个版本 Premium 同 Brabus， 在今年一换一之下，车价仲是很吸引。前者不用30万，续航高达440公里；后者有齐前后两个摩打，兼且马力更高达428匹，都不用34万，是不是很吸引先？当然 ，Smart #1 吸引的地方又点止咁多？两个版本都标准配备一系列安全辅助系统、Beats 音响系统同埋全景式天幕天窗，而且仲有好多种颜色组合选择，相信总有一种颜色啱你眼缘。仲有两款车都可以在第一季完成车辆登记，即刻上 Smart 官网睇下有咩现货选择啦，咁样就确保可以享受到今年嘅一换一优惠。同大家睇完 Smart #1 之后，我哋又快快手飞一转韩国，睇下 Hyundai 电动车喺今年一换一之下有咩优惠先。而家三款 Hyundai 电动车唔单止全部都有少量现货供应，好快可以交车，而且仲有唔同优惠，等我逐步同你讲解啦。人气热卖一定是得奖型号 IONIQ 6四门房车，先后赢得三个国际年度大奖，包括 World Car of the Year， 受欢迎程度众望所归，绝对是品味之选。326匹高强马力输出，同时又有成583公里的续航能力，而且又得翻一成电量，差至八成最快都只是需要18分钟，买杯咖啡回嚟就差够电。而家优惠价只是398,800元起，比之前仲悭成40,000元，抵啊！另一款注目度极高的 IONIQ 5， 唔单止外形出众，入面仲充满惊喜。除了有超宽阔的 leg room， 前排座椅 relaxation seat 带嚟零重力的体验，仲有灵活活动的中控位置，以及更多的储物空间，打造出有如舒适居家空间的驾乘享受。有齐 Bose 音响、Apple CarPlay、64色气氛灯、V2L 供电。同埋一系列 Hyundai Smart Sense 主动安全系统，更加获得美国 IIHS 最高安全标准。而家优惠价只系348,800元起，车价悭咗成20,000元啊！知你哋中意小型 SUV， 方便香港嘅宅路 ，Hyundai 嘅 Kona Electric 而家卖紧232,000元起，比之前平咗26,000几，仲有齐手机无线充电、Apple CarPlay、前后冷暖座椅、天窗。10.25寸 LCD 数码标板，除了设备齐全，尺寸仲好灵活，任何人都可以轻松驾驭到啊！上面提到的三款韩国 Hyundai 电动车，全部都享有5年无限公里保用，系咪好吸引先？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已经公布，今年3月底届满的电动车一换一计划将会延长2年，但系相关宽免额就会下调40%。所以电动私家车在一换一计划下的首次登记税最高宽免额会相应调低，变相即是在4月1日之后买车需要比贵一点。趁现在还有现货，快点出车，拿着这些优惠吧。